那个大爷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小伙子，不要着急嘛，我这一卦还没算完呢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小伙子，你这命数不得了啊，注定是黄袍加身的命啊！我黄袍加身还用算吗？我说的不是这种黄袍加身啊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讲皇帝那套？我跟你说，我祖上就是大爷皇室，我跟昏君秦阳还同名呢，有什么用？不还是个送外卖的？不还是一条单身狗？昏君秦阳都有一个皇后苏容妃，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，该多好呀！你有新的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大爷，我还有外卖要送，就不陪你了。美女，美女，你干什么呢？美人儿，快快脱去衣服，让朕好好疼爱疼爱。本宫父亲为保大爷立下汗马功劳，苏家满门忠烈，你为何要将他们打入死牢？既然皇上与皇后有要事相商，那奴婢就先告退了。放肆！竟敢扫了朕的雅兴，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父亲意图谋反，明日朕就将他斩首示众。这不可能！本宫父亲对大爷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谋反？朕是皇帝，口含天线，朕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想让我放过你们苏家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只要你把朕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朕会考虑放过你们苏家一马的。休想！那明日你们苏家就等着被灭族吧。你说话算数，圣旨已经拟好，剩下的你就自己考虑吧。本宫答应你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皇后，你平时不是对我挺高冷的吗？今天朕就好好调教调教，给朕把衣服脱了。给朕汗，好舒服，快点。只要你敢喊一个疼字，朕就把你的父兄全都斩了。给朕喊，好舒服，快喊！好舒服。贱女人，平时对朕不是不屑一顾吗？今天朕就好好宠幸宠幸你，让你尝尝朕的厉害。死了，这不就是皇上吗？你们这是干啥呢？皇后娘娘，御林军马上到了，怎么办？快，把他藏进柜子！不是，这个人怎么跟我长得一样呀？闭嘴！再废话，信不信我拔了你的舌头，阉了你？不是，你们这到底是啥回事啊？待会儿有御林军的人过来询问，假扮皇上，把他们打发走。我，陛下，属下听见异常，救驾来迟。您还好吗？这群御林军都是皇家死忠，如果被他们看出破绽，那就是诛九族的死罪呀、啊。陛下，您还在吗？朕安好。可属下听见大总管说还有刺客，为了陛下的安全，恳请陛下让我们探查一二。大胆！竟敢扰了朕的雅兴，信不信朕剐了你们！瞧呀，
没事，我的陛下都说了，你们滚了，快滚呐，滚啊！是，属下这就告退。那个，我刚才做的很好，谁让你掐的本宫？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本宫不管你的来历，也不管谁派你来的，你告诉本宫，你想活还是不想活？难道我真的穿越了？我当然是想活了。那好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大言的皇帝。皇帝平日里做什么，你都要去做，怎么吃饭，怎么说话，怎么走路，本宫会一言不差的教给你。 至于那些妃子，要你去临幸的，你也要去，不能被人怀疑。听懂了吗？不然就阉了你。灵儿，还不快带皇帝去更衣？是，请陛下更衣。好的。刚刚老奴处理陛下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他是中毒死的。什么？他不是被砸死的吗？他真的是中毒死的呀！凌晨，这份圣旨交给你，先把我的家人放出来。 剩下的你暗中调查一下，注意不要大张旗鼓。是。你确定这个皇权喝下了毒酒？我亲手喂他喝下去了。好，中了尸骨散，他必死无疑。君子，算立了大功了，即刻去禀报王爷。哎，等等，我的家人呢？你们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给皇上下毒，就会赦免我的家人。哎呀，你放心，等王爷登基之后。 自然会释放你的家人的，那就好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咱就和亲自送你们一家人一起上路。哎，我这衣服是挺不错的，可是我这发型不就穿帮了吗？穿帮？穿帮就是把这个东西变成那个，然后那个东西再变成这个，你明白了吗？就问你什么意思？就是露馅的意思。灵儿。 去找个侍卫把头发剪下来，给他粘上。是。这小贼穿上龙袍，简直和那昏君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对了，忘了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苏容妃。什么？你是苏容妃？哦，你为了那个昏君，可千万不能自杀啊！放开本宫！是谁告诉你本宫会为了那个昏君自杀的？ 不自杀就好，不自杀就好。娘娘，皇后，皇后，他受伤了，是哪个狗日干的？是死的那个昏君。狗日的，你先给他治病吧。交给奴婢吧，娘娘。 奴才拜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，那狗皇帝死了？据那颜如玉所说，他亲手喂那狗皇帝喝下了毒酒。<笑>好啊，好啊！朕要入宫，拿回属于朕的一切。都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，这也太无聊了。 这有手机也没用呀，又没信号。臣妾拜见陛下。你有什么事吗？陛下想看的西域舞蹈，臣妾已经练会了。臣妾是来为陛下跳舞。
臣妾该死，请求陛下恕罪，不要再打臣妾了，不然臣妾就不能再为陛下跳舞了。哎呀，你身体都受伤了，还跳什么舞呀？陛下，来，这昏君果然都是假装，自己都这般受伤，还想让我服侍他。妈的，那个昏君真不是人呀，这么美的女人，他也下得去手？你有药吗？朕给你敷一下。这昏君今日是怎么了？竟然这么温柔。陛下，疼吗？疼，不疼。朕以前就是个混蛋，朕以后不会再打你了。陛下，臣妾这是在做梦吗？臣妾真的怕这场梦会醒过来。陛下不知，以前每次鞭打完臣妾以后，还要臣妾跳舞侍寝，臣妾真的痛苦的想一死了之，臣妾的命好苦。受了伤就好好养伤，何必过来跳舞呢？这要是伤势加重了，岂不是太傻了？陛下难道忘了吗？是陛下说让我练好此舞以后就来跳舞侍寝呢。对，哎，你看朕这记性，朕今天事情太多都给忘了。白妃，你好好养伤，朕跟你说，以后朕不会再打你了，朕要再打你就天打五雷轰。陛下，您真好。你是朕的爱妃，朕当然要对你好了。快起来。陛下如果想要的话，臣妾也是可以的。来，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？朕还有事儿，你好养伤，朕先走了。他绝对不是皇上，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叫人假扮皇上？这接下来该去哪儿啊？这怎么也没个人管我呀？哎呦，陛下！我说你们心可真大，就放我一个人在这儿。刚刚有个妃子进我寝宫，还好我沉着应对，要不然就穿帮了。哎呦，陛下，是老奴的错，请陛下恕罪。不是，这儿不就咱们两个人吗？你没必要这样吧？哎呦，陛下，您现在可是咱们大燕王朝的皇帝呀、啊！您的一言一行，那可关乎到咱们所有人项上人头啊！朕知道了。皇后没事吧？回陛下，皇后娘娘无碍，而且还让老奴给你安排今晚的侍寝。不行，这么快，朕还没准备好呢。陛下，这种事情那不是越快越好吗？这没什么经验。哎呀，陛下，就走吧。经验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积累的。走，不是吧？是真的。我现在是个皇帝，又是个男人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我行的，搞得定的，加油！爱妃，朕来了。灵儿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怎么不能是奴婢？奴婢来给你暖床的呀。朕还以为皇后大半夜叫朕来是要干那啥呢。陛下，请您休息吧，床已经给您暖好了，很暖和的。灵儿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陛下，奴婢给您暖脚呀，以前都是这样的，而且之前都是两个暖脚宫女，现在怕您露馅，只有奴婢一个人。那昏君还挺会玩。灵儿，我一个大男人不需要暖脚，你快去休息吧啊！可是皇后娘娘交代，必须要原封不动的把规矩走完。走什么走呀？哎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好吧，那奴婢就睡在旁边，陛下有事就叫奴婢。你别睡地上啊，会生病的，赶紧回房睡去吧。奴婢不走，陛下身边怎么能没有人照顾呢？那你上床睡吧，这么大的床足够睡下两个人了。陛下，这样不好吧？会打扰您休息的。朕是皇帝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快点上来睡。陛下，您要是需要的话，奴婢也可以侍寝。灵儿，朕可不是那随便的人，你老老实睡觉，别这样啊。陛下，您还真是跟那个昏君不一样的。那个昏君一直想要奴婢跟皇后的身子，却一直没得逞。您倒好，奴婢来侍寝，您却不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奴婢跟皇后从来没给昏君侍过寝。什么意思？还不是那昏君太过昏庸。皇后娘娘身为三代将门之后，怎么会看得上他？
皇后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嫁给真正的大言天子。可那昏君可不是，幸好皇后有身身手，那昏君又天天沉迷酒色，虚得不成样子，他都不敢来坤宁宫。你的意思是皇后和那昏君有名无实？那我成了大言皇帝，岂不是可以和苏荣妃？那是，那昏君可配不上皇后。哼，历史书上竟然说苏荣妃对那昏君用情极深，为了昏君自杀，简直是不知所谓。等等，如果他不是自杀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陛下，怎么了？灵儿，快带我去皇后那，我担心他有危险。皇后，朕的皇后，朕来宠幸你了。胆敢逍遥王，胆敢私闯后宫，该当何罪？来人啊，羽林军何在？皇后，你想叫谁来救你？那个狗皇帝已经中毒身亡，朕现在才是天下共主，而你也一将属于朕。这是你胡说八道！陛下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你现在从这出去，我们回放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。我胡说，那可是朕亲自派人下毒。皇后，你不知道，朕一直喜欢你，你本该是属于朕的女人，朕今日就要得到你。放肆！身为皇亲国戚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，陛下不会放过你的。皇后，为什么没有？你以为我是昏君那个蠢货吗？知道你是将门之后还敢用枪，一点小小的手段，你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皇嫂，朕知道你一直是完璧之身，朕很喜欢。来人，皇上！大胆狗贼，竟敢动朕的女人！要做什么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好你个狗皇帝，你居然敢打本！真以为这大爷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吗？狗皇帝，我一定要告诉母后，让他老人家废了你。母后知道一定饶不了。太后，你告诉谁都没有用，你敢染指朕的皇后，你就算告诉天王老子，朕又何惧？看朕都是打死你！陛下，卑职救驾来迟，给朕砍了他！狗奴才，本王乃大言逍遥王，我看谁敢动手！萧红叶，就等着母后砍你的头吧！还有你，这皇帝你也当不了几年了。怎么？都怕了，萧红叶，你给我跪下，今晚好好的服侍我，把我服侍舒服了，我就饶你。等我荣登大宝，顺便赏你个贵妃当当。我是天子亲君，不是你的奴才。我才是真正的天子，这皇位本来就属于我。该死的秦阳，他就是个没娘娘的野种。把剑给朕。秦阳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不会真的要杀了宝吧？本王可太后的亲儿子，你当真敢杀我吗？我看你还没有认清楚现在的形势，朕现在就送你上路。我要见母后，我要见母后！秦阳杀害手足了，救命！陛下，请息怒，逍遥王现在不可杀。他对你这般羞辱，就算为了你，朕也要杀了他，管他太后太保的。好呀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陛下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半夜三更来骚扰皇后，你就当是放了一条狗，放了我吧！我给你磕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杀我，别杀我！现在说什么都，现在朕就送你上。刀下留人！母后，母后，我在这儿，秦阳要杀我，秦阳要杀我，救命啊！ Yes! 太后娘娘驾到！
好你个皇帝，哀家说的话你胆敢不听？莲儿，我的莲毁了。请开。母后，一定要杀了他。皇儿，哀家一定不会轻易放过的。你放心，哀家这就废了，给你出气。这后宫的水也太深了，太后竟然能有私军，一个不好，指不定自己晚上睡着觉就被火凤军乱刀捅死了呀。先皇令在此，见此令者如见先皇亲临，都给哀家跪下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就是一块破牌子吗？竟然这么紧张，有没有搞错？皇帝，你胆敢不跪，难不成是要造反吗？朕是天子，为何要对令牌下跪？你，好啊，你不尊先皇，残害兄弟手足，犯了先皇的大忌，单凭此罪，哀家就可以废了你。胡凤君，给我把秦阳拿下，放胡君下。放肆！这里是朕的后宫，逍遥王夜闯后宫，对朕的皇后图谋不轨，被朕亲手诛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明明是他罪该万死。不是，是皇嫂故意勾引本王。他说深宫寂寞难耐，要本王过来陪他下棋，还要本王留下故意。本王乃是正人君子，这等祸乱皇家声誉之至，本王肯定不愿。本来是要离开的，但是皇嫂忽然抱住本王，还扒本王的衣服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闯入本宫寝宫，对本宫下药，对本宫无礼。苏容妃，好一个淫娃荡妇，好一个离间皇家亲情的妖女，本宫今日便要废掉你这后位，给哀家把她救出正法。谁敢动朕的皇后，朕亲手灭她九族。皇帝，你今日是非要跟哀家作对了是吗？是又如何？御林军，苏王妃祸乱后宫，其罪当斩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我御林军乃天子亲军，只效忠陛下一人。御林军，逍遥王夜闯后宫，该当何罪？当斩。皇太后带私军逼宫，又该当何罪？当斩。那还等什么？动手！我看今天谁能走出这后宫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属下听令。好，好啊，你为了这样一个妖女，竟不惜与母亲兄弟相残，你难道就不怕背上不仁不孝的名声，让天下人耻笑吗？明明是你们母子二人，一个深夜入宫，对朕的皇后图谋不轨，一个带兵逼宫，想要废了朕的皇后。如果朕什么都不做，那才被天下人所耻笑。这昏君平日里色厉胆薄，好谋无断，干大事而牺牲，见小利又让命，今日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如此杀伐果断？母后，这昏君如今变得如此难缠，以后怕是更难对付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他。够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本宫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，你们走吧。你闭嘴。陛下，皇太后的实力极强，如我们双方血拼，谁也逃不得好处，不如先放他走，事后再谋划。好，那这一皇后的，哀家是为了大言设计，逼宫这话以后可说。那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滚！皇帝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红颜受先皇所封，誓死保卫陛下，万死不辞。红叶一直以为皇上是个昏君，没有想到陛下一直都是在隐忍，红叶知错。哎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别动不动死不死的，把什么万死不辞挂在嘴上。只有你好好的，你才能把这后宫保护好。况且你这个人呀、啊，很懂事，甚得朕心呀、啊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看上我，想让我侍寝？不过看他今日保护皇后的样子，倒也算个男人。陛下。红叶还未出嫁，这就是要问过父母才能。红叶，你们退下吧，陛下累了，要休息了。属下告退。皇后是要留朕在这儿过夜吗？陛下都说了，这里是您的后宫，自然要留下过夜。嗯。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。你个登徒子，你想什么呢？本宫让你今天留下过夜，是为了打消太后的疑虑，想什么呢？啊，
是我想歪了。那好，今天我为你冷妆。本宫是真心的想感谢你，若不是你今天及时赶到，我就……那你想怎么感谢我？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不过分，我都可以答应。这自古英雄救美，都是以身相许的美好佳话。要不你就想什么呢？就知道你要想到这些，现在还不行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可以？我的夫君必须要威震四海，是顶天立地的人中龙凤。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，要不先叫声老公听听。老公是什么？老公，就是大哥的意思。你看我今天的表现，叫声大哥不过分吧？老公，不是这样，老公，老公，满意了吧？对对对对，再多叫几声。看你笑这么坏，老公肯定不是大哥的意思。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。你正经一点。今天听萧阳王说，他亲口承认是他派人下毒，可是我们没有证据。你就别担心了，只要抓到凶手，不就有人证了吗？来，快睡吧。狗皇帝，狗皇帝，狗皇帝，去把颜如意给我叫过来。是。王爷，颜如玉已带到。王爷，您找我？你这个贱人！不是说那昏君喝了毒酒吗？为何还活蹦乱跳的？颜如玉，你居然敢骗本王，你信不信本王一句话就能灭了你全家老少？王爷息怒，那昏君绝对死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。除非他根本不是那昏君。你说什么？颜如玉，你真当本王是三岁小孩吗？能相信你这么蹩脚的理由？颜如玉，你怕不是忘了，如果不是本王，你全家老少早就被那昏君杀了。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王爷，我还没有暴露，请王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昏君好色如命，这一次我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是吧？我是大言的皇帝，我就吃这些啊！陛下，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娘娘说国库虚空，皇宫上下都要节约用度。陛下若是不满，奴婢这就去让御膳房重做。不用，就这些吧。陛下，陛下恕罪，红叶派有慢性毒药，这才试毒这么久，这些菜没有问题，陛下可以用膳了。你在试毒，拿人命试毒？胡闹！这些都是属下应该做的，陛下万金之躯，若有差池，红颜万死不辞。原来大言并不知道银针能试毒，怪不得用人来试毒。灵儿，去取一根银针来。银针？银针能有什么用？莫非银针也能试毒？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陛下总有些奇思妙想，还没听说过这银针能试毒的。你们看，如果这银针变黑，我去，变黑了，这茶有毒。这茶水是谁泡的？是刚刚我让一个宫女送来的。等等，我之前好像没见过她。姐姐，你去帮陛下泡壶茶吧。好，一定是她，肯定还没走远。陛下，属下这就把她抓回来。陛下，请您责罚灵儿吧，都怪灵儿一时疏忽，险些让陛下送命。哎呦，这茶又不是你泡的，你承担什么责任啊？快起来。陛下对灵儿这么好，灵儿都不知道如何报答了。我看你往哪儿跑，小贼，站住！狗王爷逼我仓皇下毒，好险，差点被抓住。为了家人能被赦免，你先入职了。小贼，哪里跑？就凭你这三小猫的功夫，还敢下毒？饶命！饶命啊！我不跑了。骗你！无耻！对昏君的走狗，无耻又怎样？大总管，快把这个女贼绑起来，送到陛下那儿去，听陛下发落。是。好凉啊！
我看这个美女，看上去不像是坏人。没听过漂亮的女人都会骗人吗？我只听说过相由心生，她一定是有她的苦衷的。你，我认得，当初就是你给皇帝下的毒。没错，是我。只可惜没能杀得了你这个狗皇帝，竟敢对陛下无礼找死。说，是不是夏药王派你来谋害陛下的？呸！走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颜相的女儿颜如玉。颜相，颜真，大颜名相，没想到她竟然是颜真的女儿。没错，我就是来杀这个狗皇帝的。你明明喝了我的毒酒，为何还没死？老天无眼啊！历史上，他的父亲因屡次直言进谏，被昏君以不遵皇权流放，全家沦为贱籍，发配边关。可是还没等出发，就被太后和逍遥王派人害死了。如果朕为你的父亲颜真平反，而且还为他加官进爵，你说不说？昏君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我父为了大言殚精竭虑，每日泣血跪在你的门前死谏。可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玩女人，你在白日寻欢。狗皇帝，你死不足惜，现在你还想羞辱我，你做梦。朕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而且始作俑者还是你现在的效忠者，皇太后和他的好儿子。昏君，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明明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小红叶，先给他送吧。陛下，此女狡猾得很。没事。狗皇帝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你吗？朕是九五至尊，说话算话。更何况老丞相是千年难遇的忠臣良将，就算没这事儿，朕也会为他平反昭雪。明明是你将我家流放，少在这假惺惺了。如玉妹妹，当初颜相上书陛下弹劾太后干政，逍遥王滞留京都不去就藩，引来太后和逍遥王的仇恨，被他们陷害，陛下也是被太后所逼迫才流放你们一家的。这不可能，太后母子有谋逆之心，人尽皆知，更何况朕怎么可能故意把老宰相这样心向大言的人落至如此境地啊？如果是之前的昏君就是这么昏庸，害死了老宰相一家，可是现在我来了，一定会改变这一点。对了，大言历史上老宰相一家被王爷派人灭口于流民区之中，想必正是这两天。你说谎，你在骗我。我骗没骗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家人现在在哪？他们有很大的危险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家人被王爷保护的好好的。逍遥王巴不得灭了你全家，你是弑君凶手，他不杀你哪能名正言顺的登基继位啊？快说他们现在在哪儿。不知道的。你在骗我对不对？皇爷他不会骗我的，他答应过我，只要他一登基就会赦免我的家人。逍遥王内的二货为了皇位弑兄，还意图染指皇嫂，这等人渣说的话你也信？小红叶，现在速去流民区找到老宰相一家，救下他们。是。流民区的事安排的怎么样啊？奴才已经派人送老宰相一家老少上路去了，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完事儿了。颜真那个老狐狸一直针对本王，他活该全家死光。记住，不管这次颜如玉那个贱人能不能成功，都要先给本王送口，让本王享用一番再上。这个奴才早就想到了，而且认罪书早就拟好了，到时候让他签字画押，再送他和老宰相一起去团圆。等朕登基封你御前大总管。哎呦，是。犯人逍遥王谋害忠良，谋逆造反，罪孽深重，给朕拿下。昏君，你怎么还……朕怎么还没有被毒死是吗？臣弟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，不知道陛下来府上有何指教。装，接着装。来人，把他给朕打入诏狱，亲自审讯，一千多种酷刑，朕就不信还整不死他了。是。狗皇帝，你敢吗？母后知道一定会扒了你的皮，让你不得好死。来人，快去给我通知母后，事成者赏千金。逍遥王府相关人等全部羁押，老鼠都不要放过一只，违令者就地诛杀。是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反了吗？陛下，违令者十八人，已全部伏诛。把头挂在王府门口，以儆效尤。是。陛下，您不能这样乱杀人。我大燕素来依法治国，你这样和昏君无异。朕就是昏君，不过朕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带下去。我的家人呢？他们在哪？如果我们再晚半刻钟，你全家老少就已经凶多吉少了。这是老宰相托我给你的家书，你自己看吧。红叶，今晚做好防范，我怕太后会狗急跳墙。是，属下知道了。狗王爷，他竟真的要杀了我一家老少。朕没有骗你吧？莫非我之前真的误会昏君了？不可能，昏君昏庸人尽皆知，难道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昏君？对了，昏君心口有颗朱砂痣，想办法看看便知。哎，你发什么呆呢？陛下，之前 是我误会您了，家父让我好好报答陛下。陛下，我哎，别动手呀！只要你把逍遥王判罪的事情如实说出，为他派你下毒谋逆作证，就是对朕最好的报答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太后也是我的仇人。不过报答陛下拯救我家族于水火，也是我应该做的。如玉想要好好报答陛下。不用，那个拯救忠臣之家是朕的心愿，老宰相等他休养一段时间，朕还要用他。没什么事儿，朕就先走了啊。哎，陛下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不贪恋我的美色，他绝对有问题。你怎么来了？陛下，皇后呢？你是来找皇后的呀？这漫漫长夜，寥寥深宫，还以为他真的来报答我了。皇后去沐浴了，你找她什么事儿？那她这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这不太好吧？朱砂痣呢？真的没有？什么没有？这里当然没有，你找错地方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调调呀？不对，你就把皇后回来吧。你到底是谁？竟敢假扮皇帝？不准跑！不从了我，我去告诉别人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才没有胡说。那昏君胸前有一颗痣，你可没有。你就不怕我杀人灭口吗？臣妾好怕怕呀，皇上要杀了臣妾。你在玩火知道？那皇上准备怎么处置臣妾呢？拿金面镜。陛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呀！深更半夜的，怎么跟见了鬼似的？监狱！皇太后亲自带兵劫赵狱，还说要把王爷给救出去，登基称帝。没想到这老东西这么沉不住气，与领军全体出动啊！对了，太后带了多少红军？这数也数不清啊，越多越好。陛下，你怎么还越多还越好呢？太后要是想今夜起兵造反，就不会造这么多事，更不会去赵玉救他的儿子，而是冲朕来。他呀，是想以此和朕谈条件，逼朕放出逍遥王。哦，我们走。皇上，到我了。你先不要动眼色，等一下。来人，更衣。出发。是，奏谕东帝，太后莫要让小人拦住，请速速离开。大胆，两个小小的守卫居然敢在哀家面前动刀！来人，有，给我把这两个不知死活的狗奴才当众斩首！是，吾等乃天子新君，看守诏狱皇权特许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！反了，反了，还不速速将两个人诛杀！是，我看谁敢动朕的人！陛下恕罪，我等未能守住诏狱。你们不但无罪，还立了大功，赏千金。谢陛下圣恩。太后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连大言诏狱都敢劫。不要以为你是太后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胆敢后宫干政，这一句话就能让你回皇陵守灵，你信不信呀？这昏君几日不见，为何这么伶牙俐齿？好一个贼喊捉贼，若不是你无缘无故将逍遥王抓进诏狱，哀家至于亲自前来吗？无缘无故陷害忠良算不算？谋逆下毒算不算？就算他有八百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这就是你的好儿子
还是说这也有你太后的一份啊？你无凭无据，就算你是大炎的皇帝，也不能随意诬陷萧阳王。况且他还是你的皇帝。这个时候是朕的皇帝了，那他下毒的时候把朕当什么了？这昏君必定没有证据。那老宰相一家还有那下毒之人颜如玉，哀家早就吩咐皇儿处理干净了。你再不速速放人，就别逼哀家动武了。胆敢威胁朕，还是说你们要跟着太后一起起兵造反呀？谋反者株连九族，想想你们的家人。不想谋反，都吵什么，一群废物。皇帝，你若是有证据，哀家自然不会多说什么，可你若是没有证据诬陷兄弟手，就别怪哀家请出先皇令了。前宰相之女算不算证据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难不成太后你把他给杀了？皇帝莫要再逞口舌之力，他在哪儿哀家都要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。陛下，罪女颜如玉作证，逍遥王指使罪女下毒谋逆，请陛下降罪。起来吧，太后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朕没有赏他凌迟之死，已经算是很看你的面子了。大胆，你是何人？皇帝，该不会以为随便找个猫猫狗狗就能陷害王爷雇凶杀人吧？罪女不是猫猫狗狗，家父前宰相颜真，如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那就更对了，他都说了自己是罪臣之女，那就是戴罪之身。他说的话不能当作证据，况且哀家看你是故意离间皇家亲情，你是想报复皇爷，对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逍遥王已经认罪伏法，这是他的认罪书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太后，就算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，逍遥王已经认罪，罪臣逍遥王谋逆犯上，下毒篡权，犯下滔天大罪，皆是被母后所指使，还请陛下念在罪臣年幼，饶过罪臣一马。太后，这是逍遥王的认罪书。说什么？居然说是哀家指使的，该死的混账！陛下，这昭玉屈打成昭玉成风气，你这是严刑逼供。逍遥王在哪儿？哀家要见他。如若哀家的皇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哀家就立刻废了你这昏君。把逍遥王带上来。母后，你快救救儿臣，儿臣不想在这地方再待一天了。他们故意将我跟四囚犯绑在一起，儿臣快被他们折磨死了。你们怎么搞的？逍遥王细皮嫩肉的，怎么能跟死囚关在一起呢？不是让你们好好伺候吗？昏君，你这是要逼死哀家母子吗？别以为哀家不敢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哼，谁怕谁呀？御林军，你们有个三长两短，家人由朕抚养，立功者连升三级。虎分君，哀家平时白养你们了吗？难不成你们要效忠这个昏君？但凡逍遥王登基，哀家给你们个个分侯分爵，都给本宫住手！边关八百里加急，铁针部落就要打过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铁针部落要打过来了？边关大元帅苏武亲笔书信，铁针部落大使亲自前来和谈，明日就到，如有差错，十万铁骑就要南下。大炎历史上铁针部族确实大军压境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那大炎离灭国真不远了，最多不超过一个月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做点什么。陛下，哀家劝你放下阔人恩怨，你被下毒的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大敌当前，应当以大局为重。先皇有令，大敌当前，不可兄弟细想，要同心御敌。逍遥王可免死罪，但活罪难逃。来人，赏逍遥王50军棍。母后，儿臣不能再被打了，儿臣不能再打了。昏君，这次大仇记住了。陛下，哀家劝你赶紧准备数百名女子赠与铁针，并亲自祈求他们退军。你放屁！我大言不割地，不赔偿，不和亲，不纳贡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只有棍棒才能打退豺狼。太后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陛下英明，铁针称我们大言百姓为两脚羊，连他们的猪狗都不如，绝不和亲。你说这话简直笑死人了。你以为打仗是过家家吗？如若铁针再不退军，你这皇帝恐怕也就当到头了。朕要说
朕能做得到吗？若是你做不到，哀家就要请出先皇令了，到时候先废了你这昏君。给朕十天时间退边关十万铁骑，哀家倒要看看你还能嚣张几天。我们走。陛下，边关危急，您真的有办法吗？皇后，咱们先去休息吧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大功告成！陛下，您今日怎么这么开心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何上面都是臣妾看不懂的文字？爱妃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谢陛下关心。自从上次陛下上过药之后，臣妾每日好得飞快，还胖了许多，所以特地来感谢陛下。那个，快起来。对了，陛下您还没告诉臣妾呢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是朕的秘密武器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来，让朕看一下你胖了多少呀。陛下还学会卖关子了，我看分明是故意吊着臣妾的胃口，陛下可真坏。爱妃，你不是说来感谢朕的，怎么没见你带东西来？谁说感谢陛下就一定要带东西？没有礼物，臣妾就不能感谢陛下了吗？陛下，臣妾最近刚学了一支新的西域舞蹈，陛下要不要看一看啊？爱妃，累不累？要不要上朕的床上休息休息？嗯，不要嘛，陛下真坏，臣妾还没有跳完呢。陛下，请您怜爱。爱妃，朕来了。曾经的昏君可不会画图纸，更别提对我这么好。不过昏君的胸口有颗朱砂痣，看看便知。陛下，臣妾帮您脱衣服吧。好呀。皇娘娘来喽！皇娘娘回来，快快快，快起来！陛下。您不是平日里说有朝一日想让皇后看您和臣妾啊？哇，这么滑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快快快，快起来！哟，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陈妃妹妹，不知来本宫这里有何事啊？皇后姐姐，陛下叫妹妹来跳舞，妹妹不得不来。既然姐姐回来了，那妹妹就先行告退了。无送。哎，爱妃，还没跳完舞就别走呀！陛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怎么一点都不急呢？还看跳舞？本宫一直在外帮父亲调兵遣将，筹备粮草，增援边关，可是一夜都没合眼呢。皇后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你看，我刚刚一直在研制秘密武器呢。真的假的？什么秘密武器？等会儿我吩咐下去，过几天赶制出来，给他们铁真人见识见识咱大燕的厉害。陛下，铁真大使来了，说不把皇后贡献给大汗，就荡平大燕。铁真大使，见到朕你为何不跪？难道你们铁真部族都这么没有礼貌吗？人人都说他是昏君，果然是个废物，这皇后简直是人间尤物啊。那太后果然没骗自己，听说还是完璧之身，将他献给大汉，大汉肯定会重重赏赐我。哼，大炎皇帝，我铁真十万铁骑压境，你竟然一点也不着急，还敢对本大使不敬，速速献出皇后，我还能饶你一条小命。来人，给我掌他的嘴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哎，大燕皇帝，我刚才说我们十万铁骑压境，你还敢张我的嘴？你疯了疯了，大燕皇帝，你还真敢找人打我？两国交战，军不打来使，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，我大汉铁骑就能荡平你大燕？看这个什么完颜什么扩大使，还没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，给我拖出去，把头砍了！属下遵命。哎，陛下，我错了，我知道这是您的地盘，我只是来传递消息的。我错了，陛下，我错了。回去告诉你们铁真大汗，我大燕朝不和亲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不赔偿，还要战便战。滚！啊，好好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回去，不再来了。回去我就报告大汗，让他破关南下。哀家的事，韩望大使一定不要忘了转告大汗。那是自然，不就是帮逍遥王登基吗？包我身上，这小皇帝，我一定要他死了。爱妃，
跟着朕的动作做。来，贴着管来做一个，是这样吗，陛下？对，来，再来一个。哎，对，来，再跟着这个管转，来，转起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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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陛下，臣妾好累了。您教我的思路，我竟然才学会一半。爱妃，你半天就学会一半的钢管舞，已经算是天才中的天才。陛下好像很喜欢这舞蹈，不行，我也要学。陛下救了我一家，能为他献上一支最喜欢的舞，也算是报答你二位。如玉，你来做什么呀？陛下，人家来了会不会不是时候呀？你们在跳什么舞呀？我也想学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你来的呀正是时候。陛下，他会跳舞吗？这舞可不是谁都能学的。家父自幼为我遍寻名师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跳舞小意思。怎么，陈妃姐姐是怕我学的比你快吗？哼，笑话。也不打听打听我在后宫的名声，乱跳舞，谁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你们两个姐妹要好好相处，这舞还学不学了？陛下，既然如玉妹妹想学，就让她学吧。我就是怕她会半途而废，浪费陛下的教导资源。还是姐姐体谅妹妹，不过不必担心，妹妹一定学得比姐姐快。陛下，我刚才都看见了，这舞便是绕着这管子舞动即可。对对对，陛下，陛下，这里就是天堂呀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是我先来的，陛下应该先教我，明天才轮到你。我是陛下的爱妃，你是什么身份？陛下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不能学？你学个舞也半天，我看都看会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这个昏君每日只会寻欢作乐，我得告诉王爷，让他安心。这样的话，他肯定会重赏我的。啊！站！给本王滚开！该死的狗皇帝，本王迟早要剐了你！狗奴才，你笑什么？看到本王倒霉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奴才哪敢呢？奴才这是他替王爷高兴了。那个昏君根本就没做什么准备，一直忙着和美女嬉戏，奴才是真心替王爷高兴。这个该死的狗皇帝，本王还以为他有什么异常，原来是在吹牛啊！害得本王生活不能自理，自己却在玩女人，本王也要看美女跳舞。王爷何必心急啊，再过几日就是他最后期限，他肯定退不了十万铁骑，到时就是您荣登大宝之时啊。还是你这个小奴才机灵。本王的屁股。陛下，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东西呢？放下。陛下，按您的吩咐，大部分已经送往了边关，算算时日应该已经比。这些是您交代留在宫中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些工匠重重有赏，有了他，我看谁还敢对朕叫嚣。是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区区铁针不足，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轰天雷的厉害。陛下这么开心是得到什么宝物了？让本王也见识见识。狗皇帝，本王天天痛得下不来床，你竟然在这如此享受。十天时间已到，铁针的十万铁骑如何应对？我看你天天寻欢作乐，怕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吧。昏君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我听说逍遥王这几日连吃饭都需要有人喂，不像朕天天和爱妃们寻欢作乐。爱妃们，你们说他可不可怜呀？陛下说的极是，逍遥王真可怜，吃饭喝水都要人喂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本王用得如此精力，还不都是拜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哼。
算了，将死之，本王不跟你们废话。完颜阔阔已经飞鸽传书，铁真大汗答应了母后的计划，马上十万铁骑就要进攻边关，母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废掉昏君，然后本王登基，铁真自会退兵。你们看，逍遥王连精神状态都不正常了，可怜呀，真可怜。昏君，等铁真的铁骑一到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？太后爷爷驾到。我告诉父亲，八百里加急，十万铁真部队已经开始行动，恐怕这次凶多吉少了。陛下，要不然你就跑吧。我跑了，您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办？朕作为一个男人，丢下你们人，朕做不到。况且，朕为什么要跑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臣妾就算是死，也会陪在你的左右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给我把他的龙袍脱下，打入死牢。先皇在世曾经说过，哀家可代掌朝政，昏庸无能者可废。动手！区区铁真十万骑兵就要亡国，可笑！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让你开开眼。昏君，区区十万铁真铁骑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母后，我看这昏君已经神志不清了，您尽快下旨，让我登基吧。还不把他给我拿下！属下就在来迟，望陛下恕罪。起来吧，边关的消息应该快到了吧？死到临头了还在嘴，哀家都要看看，你还要耍什么花招？边关急报！边关急报！让开！边关急报！陛下，边关急报！轰天雷立了大功，十万战马受惊，铁真部十万铁骑以为是雷神暴怒发生了营销，苏元帅趁机追杀，十万铁骑死伤无数，苏元帅还缴获了敌方大部分的战马，铁真部这次是倾巢出动啊，当下是损失了大量的战马和将士，元气大伤，估计30年之内都不会再犯我大燕的边关的。这不可能，铁真铁骑天下无敌，怎会如此不堪一击？这一定是你在演戏。我奉君，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把这个昏君拿下！都别动，朕手里有秘密武器。大家快看啊，这昏君怕是疯了吧？拿了个铁疙瘩就说是秘密武器，还不动手？祝你呀，生日快乐。嗯。爆竹，孩童的玩意，也想炸哀家？快！堵这儿！我打！天雷！啊！皇家皇上！啊！母后！皇家！你说什么了？雷神动怒，还是大耳朵，什么也听不见啊！我天呀，这一颗轰天雷威力竟然比预料中大了这么多，这180颗加在一起，用得好的话确实能让10万匹战马受惊，全军覆没。怎么样，我的秘密武器还不错吧？要不再给你一个。别，哀家怎么说也是你的母后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难道要母子相残吗？你就不怕让天下人抓住了把柄揭竿而起吗？这个老不死的想直接炸死他还没成功，再想动手就不那么简单。御林军听令，火凤军意图谋反，违逆者斩立决，迷途知返者无罪，赏银100两。陛下，有法自尽，愿世俗效忠陛下，令驾开恩啊！你们这群白眼狼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哀家养你们可是花了大把的钱，我看看谁敢加入御林军。太后，你还没有认清形势吗？我奉君听令，把太后给我请出去。是，陛下。滚开！昏君，你今日从哀家这里夺走的，他日哀家定要你双倍奉还。滚开！哀家自己会走。昏君，你别以为这就完了，你就等着退位吧。滚！朕要是和皇后商议，你们就先退下吧。是，陛下。臣妾为陛下所贺，为天下所贺。要不是陛下研究的这秘密武器，估计我万千子民都要流离失所，被外敌屠戮。这么说，朕还做得不错了。陛下，你有何事和我说呀？就那事儿。那事儿是何事？皇后，莫不是你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了吧？你说我好好表现，就给我大大的奖励。
你说这事儿呀，臣妾不会忘的，臣妾还记得呢，只是我还没有想好有什么好的奖励，之后再告诉你。言而无信，你不提我不提，怕是我们之间这约定就给忘了。现在是大燕皇朝危急存亡之际，陛下表现非常之好，可以说担得起皇帝之位。陛下，以后你说的话就是大燕皇帝说的话，可不必和臣妾商量，自己全权行事。只是臣妾面对这么大的功劳，还没有想好怎么奖励。皇后，朕别的不要，朕就要你。陛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皇后，可是……算了，还是等你准备好了吧。哦，对了，皇后，再过几天啊，我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我去准备了。太后，人带到了。大使，你可算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太后，您就放心好，我们已经准备的万无一失。到时候那昏君即使有神兵利器，也得乖乖退位。好，太好了，本王马上就要荣登大宝了。您别高兴太早，大汗让我传达几句话。这虽然很难，不过包在哀家身上，还望大使回去一定告诉大汗，他的事哀家自有办法。陛下，快别逗臣妾了，到底是什么惊喜啊？这绝对啊是个大惊喜。看，老臣苏武奉旨回京，攻破陛下，大破铁针。爹爹，您怎么回来了？若不是陛下的洪天雷镇住了铁针，老臣束手边关，岂敢离开半步？老臣此生最大的夙愿就是平定铁针，让大燕的百姓安居乐业。只可惜呀，一直未能完成夙愿，没想到陛下竟然完成了。国丈，快快请起。陛下，使不得，您乃九五至尊，称呼老臣苏武即可呀。苏如妃是朕的皇后，你自然是朕的国丈，是不是啊，皇后？嗯。陛下，老臣听女儿说，之前你为了扳倒皇太后一直隐忍不发，最近才展露手段，励精图治，您受苦了。老臣之前对您颇多非议，糊涂至极，望您恕罪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个国丈，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回城了？苏容妃啊非常想您，您好好陪陪她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女儿，既然你已经知道陛下是因为隐忍才装作昏庸的，那你为什么不赶快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呢？爹，您怎么现在突然提这事儿呀？这皇太后现在这么麻烦，我……嗨，我的傻女儿，你以为陛下身边就你一个女人吗？你要是不赶快诞生皇子的话，皇后之位怕是不保啊。爹，女儿明白母凭子贵，可有些事情不是您想的这样的。爹老了，时日不多了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战死沙场。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爹的身体自己知道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要知道长幼有序，你即便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该为未来的儿子考虑，为我们苏家从长计议嘛。哎呀，爹，我生还不行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嗯，真的。皇后，皇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陛下，臣妾的肩膀酸酸的。朕不是做梦吧？这回你玩真的呀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还不快帮臣妾按按？好。男人怎么磨磨蹭蹭？朕来了。啊，好痛。皇后，你忍着点，第一回啊都有点疼。陛下，你的手法真的很舒服。那是，我可是特地学过的。
皇后，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呢。陛下，你说我们今晚在一起，明天是不是我就可以怀孕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朕可以努力努力。听女官说，第一次会有点疼，你轻点。好，爱妃，朕来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恕虎爷罪该万死，打扰陛下。若不是十万火急之事，朕必定治你罪。说吧，边关出事了。这铁骑大军刚破，这边关怎么又出事了？此事匪夷所思，请移步太和院，苏武将军会说清。我们走。这么晚了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陛下，边疆瘟神肆虐，这是亡国之兆啊！陛下，铁真跟每匹战马都中了巫蛊毒虫，只要离开铁真，就会招来瘟神。陛下，依哀家所见，这铁真战马就是祸害，不如归还铁真吧。苏将军，国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老臣有罪，没想到铁真会使用巫蛊之术害我。大言将士，请您赐罪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这就是大言末期铁真搞出来的巫蛊之祸，也就是所谓的瘟疫，让大言失去了最后一丝元气，从此走向灭亡，铁真也就变得无可撼动。陛下，哀家早就说过，这皇后就是妖后，你就算大破铁真铁骑又怎么样，还不是中了他们的巫蛊之术，这是上天在惩罚我大爷啊。昏君，本王劝你将苏荣飞这妖女还有铁真数万匹战马速速归还给铁真大汗，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天谴。陛下，若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自愿去平息天谴，只愿大言将士和家父可以得到上天的宽恕。皇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哪有什么天谴，哪有什么天怒？那家父这是……放心吧，这太后，我将将士们出生入死抢来的十万匹铁真战马还给铁真，再将这贤良淑德的妻子献给铁真大汗，是吗？对对对，陛下，你终于醒悟了，这苏荣妃就是个妖女，可千万不要再被她蒙蔽了双眼，做个昏君啊！你。刚刚的言论简直是通敌叛国，朕说过我大言不和亲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铁真这门蛮族只能够赶尽杀绝，胆敢勾结者朕必亲手杀之。陛下，刚刚母后只是心忧大言，君无半点不轨之心，先皇令在此，你真的想让天下人说我大言皇帝弑亲杀母灭绝人伦吗？陛下莫为臣妾弑亲杀母，臣妾只愿陛下无恙，名留千古，万不可成为千古昏君。朕会让你们母子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朕杀了你们母子只会成为千古明君。这昏君疯了疯了，都到这个时候还敢威胁哀家母子，大言皇朝有意你而我。陛下千万不能做惹怒上天之事，更不能成为天下人的众矢之的，现在民间对你的风评相当差。昏君，你若再不速速归还铁真铁骑，交出苏荣妃，到时候不用铁真，四处流民揭竿而起，就可推翻大言，你就会成为我大言的千古罪人。陛下，臣妾愿望就是臣妾不能再侍奉陛下左右了，愿陛下恕罪。我的傻皇后呀，什么巫蛊之术，什么瘟神降临，古人怎么会懂？其实就是人生病了，需要医治和干净的食物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不用如此。什么？你快说，是何办法？所有的瘟神天谴起因都是这个昏君，只要他退位，你的父亲和我大燕皇朝就可安然无恙。昏君，你若再不退位，不足以平天怒。区区瘟神，朕何惧之有？这真是哀家听过最大的笑话。区区瘟神，你若再不退位，明日苏武就会死，三日空一城，七日则有大阎王。爹爹，女儿不想让你死。皇后，你别着急，朕自己办。太后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，你所有条件朕都不会答应。那哀家就废了你，另立新君，照样可把我大阎设计。反了反了，你这是对先皇不敬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哦，你拿什么来压我，火凤君还是御林君啊？好
好啊，昏君，你不但不尊敬先皇，还不听哀家劝谏，你就不怕这天下人反了你吗？这个老东西说的还真是不得不服。边关瘟疫还未解决，人家内外很乱，到时候哪个藩王借朕弑母之由造反，我跟你说，便宜了铁针子。不就是区区瘟神吗？朕说了，自有办法。如若你做不到，就别怪哀家废了你。朕要是做得到，朕就送皇太后你去皇陵颐养天年。朕要是做不到，朕也让位。好，昏君，希望说到做到。走。陛下，臣妾的父亲到底怎么了？你们都让开。扶他起来。皇后，国丈用过的所有东西全部蒸煮一遍。陛下，这是为什么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去。大总管，我在。跟朕去御膳房，朕有事要吩咐你。是。这次瘟疫，这次去瘟神世界马虎不得，你们都跟朕来，走。陛下，泔水都收过来了。陛下，这里装的都是什么呀？这些可都是旷世神物。怎么样，我的手段还不错吧？这是不？那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大汉的数万匹战马为何还没有见到？大使不要着急，再给哀家点时间，等到瘟神彻底肆虐边关，逍遥王登基，这数万匹战马哀家自会归还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还忽悠我？你当我们铁铮铮三岁小孩啊？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，我大汉铁骑就能荡平你大炎？哼，你们铁铮也不是当初的铁，别忘了你那数万匹战马已经成了那昏君的家底，想要要回战马只能与哀家合作。哼，那我铁铮就在信里最后一次。太后，好消息啊。什么好消息？快说。那昏君带着所有人在后厨翻泔水桶，说里面有去除瘟疫的神药。母后，这昏君怕是真的疯了，我们去看看他究竟在做什么。好，哀家也正有此意。不是这个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不行，这也不是。找到了，你们看。陛下，你让我们翻这些烂菜叶子真的能去除瘟神吗？就是啊，陛下，我们都在这儿找了一天了，浑身上下都臭烘烘的了。都继续找，陛下说可以就一定可以。是皇后娘娘。大功告成。陛下，臣妾的父亲要有救了吗？皇后，此物名为抗生素，虽然稀释过不少次，但是仍然有不小毒性，你确定要为国丈施药吗？请陛下救救臣妾的父亲。好，来人。在。速速把国丈送过来。是。陛下，太后和逍遥王来了。他们可真是阴魂不散。昏君，你这是要毒死母后吗？在这御厨房装不下毒呢。哼，昏君，大言以孝治天下，你胆敢毒害哀家，罪该万死。太后，你在教朕做事吗？混账东西。哼，哀家问你什么你就要恭恭敬敬的回答。朕现在没空搭理，赶紧给朕滚。昏君，哀家身为你的母后，有责任监督劝谏。昏君，你不会是要在这泔水桶里面找驱赶瘟神的方法吧？我看你真是疯了。逍遥王，还想让朕指教一下你吗？你难道是好了伤疤又忘了疼吗？昏君，哀家劝你速速归还铁铮十万战马，交出皇后，不然到了明天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无力回天，边关将士、大言子民，还有这苏武，通通都得死。大胆，胆敢在此妖言惑众，
朕乃天子，受命于天，哄育万民，岂容尔等在此狂吠？小小瘟病有朕在，还搬不了天。陛下统御四海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哀家为了大言呕心沥血，可怜我大言的基业就要被你这个昏君给化了。母后就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就等着他退位吧。我看着苏武也活不过今日了。苏元帅醒了。水爹爹，水来了。爹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还活着。这一切都多亏了陛下。谢谢陛下，这药可真神奇，没想到真的能去除瘟疫。朕说过朕自有办法，你看朕没骗你吧。陛下果然没有骗我，没有想到陛下居然有如此的神仙手段。这不可能，这瘟神可是一夜屠城的存在，苏武这老东西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来人，给朕掌逍遥王的嘴，竟敢对国丈不尊！我看谁敢！这苏武一定是回光返照，对，这一定是回光返照。从泔水桶里也想找出去瘟神药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对，一定是你在故弄玄虚，这不可能。老臣感觉身体好多了，多谢陛下救命之恩啊。太后你看如何呀？哼，即便是如此，那制作出大量的去瘟之物也需要时间，等你做好，边关将士大言子民把这损失殆尽了。倘若这个时候铁针趁机入侵，我大言还不是要亡国灭种？昏君，哀家劝你速速听取哀家的建议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哼，不怕告诉你，朕早有准备。来人，把朕真正的除瘟神物给朕拿上来。是。哼，陛下，哀家倒要看看你还要耍什么花招。哀家还以为是什么神物，原来是路边的一株蒿草。昏君，你还真是让哀家大开眼界。真的是如假包换的青蒿草，这是路边刚捡的吧？昏君，你当我跟母后是三岁小孩子吗？母后，请你速速废掉这昏君，让儿臣登基继位吧。如今只有本王才能救这大爷。昏君，边关将士都等着去瘟神药救命，你却拿一株路边采的野蒿草来愚弄他们，你难道就不怕天下皆反，废了你这皇位吗？来人啊，给我把大臣们都请进来，哀家要为先皇继位举行登基大典。没想到这个老东西没了火凤军还能借这些大臣闭关，果然不好对付。你们想造反不成？昏君，你罪大恶极，不遵先皇令在前，一土弑亲，有悖人伦，又置我大燕十万将士于不顾，置大燕万万百姓于水火。瘟神肆虐，你却只想保住王位，不惜惹怒苍天，你不退位，天理难容。昏君，六大罪证在此，还不认罪退位。太后，你为了这出戏真是费心了，朕可不怕你逼宫退位。昏君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，众臣皆知你婚姻无道，他们今日来就是替天行道。昏君，你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，到时候政令不出都城，你这昏君也做不了几日了。你们还真当朕没有脾气吗？来人啊，御林军，把这些乱臣贼子全部抓起来，全部斩立决。什么？你这昏君真敢杀了我们这些大臣？你就不怕这天下人反了你吗？那我也得先把这些乱臣贼子清理干净呀。羽林军在，还不动手？朕想做个千古明君，可朕现在是昏君。在送你们走之前，朕有几句话要告诉你。太后妖言惑众，迷途知返者朕不予追究，但冥顽不灵者抄家斩立决。属下遵命。陛下，脸色被强迫来着，请陛下开恩。
才是半路被他们拉过来的，才家里还有八岁的老母，求陛下开恩，放过微臣。微臣家里还有襁褓幼子，微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恳请陛下开恩。闭嘴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滚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！哀家白养你们个个脑满肠肥，关键时刻一个敌人都没有。昏君。 别高兴得太早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仍旧有效，瘟神不除，照样得谢罪退位，不然往后登高一呼，藩王们自会进京废帝。这是大炎皇帝说话自然算话，但是瘟神去除之时，便是尔等发配祖灵之时。好，希望你不要后悔，我们走。 陛下，这青蒿草真的是驱瘟神草吗？皇后，朕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这青蒿草才是驱瘟神物，那抗生素只不过是用来吊命的。若想去根，这青蒿草才是关键。若不是21世纪华夏闲人毕生研究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怎么会发现这治瘟神草？大总管，在快将汤药给国丈服下，明日便会痊愈，并且飞鸽传书边关，让将士们。 取草好时刻，遵旨。感谢陛下佑救老臣一命，老臣这就返回边关，稳定军心。国丈，关键时刻还需你这种坦荡忠臣。只是，你这身体……陛下放心，老臣乃习武之人，身强体健，亦无大碍。女儿，我跟你说过，随时会战死沙场。 之前嘱咐你的，你自己千万上心啊！你们都退下吧。是，陛下。皇后，刚刚国丈说的是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，难道与朕有关？没事，就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一些小事情。嗯，那你这几日好好陪国丈吧。 是陛下，皇后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皇后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，这次你可不能骗朕了。今儿个老百姓，朕呀真高兴。苏若飞，朕来了。老太婆，数万战马何在？你三番几次的失言，是不准备还了吗？ 我看你就不打算让你这废娃子登基了。你他妈的找风本王！哎呀呵，小兔崽子，本大师说你，你还敢不服啊？你们铁真还嚣张个屁呀、啊！连那个昏君都玩不过，还他妈吹呢！我你个都给挨着下去混！没想到那个昏君这么难对付，莫非正如颜如玉所说，他根本就不是昏君？母后，您别说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 当初颜如玉可是亲口说，他毒死了那个昏君。有了这个办法，一定能搞到他。你们富尔过了。<笑>要说这阴谋诡计啊，还得是你们大爷。本大使不服不行。陛下，宋人府送来了牌子，您该翻牌子了。什么牌子啊？就是侍寝妃子的名牌呀、啊。啊，原来是翻牌子啊！ 可是朕现在不想翻，拿走拿走！朕现在只想跟皇后在一起。陛下，这都是宗人府的规矩，这翻得了名牌还得上报记录的。您这么一直都在皇后的宫里，那宗人府会找您麻烦的。朕是皇帝，昏君哪有守规矩的呀？朕想和谁过夜就和谁过夜。陛下，俗话说，祖宗之法不可违，就是你再不满意，那也不能跟宗人府对着干，不是？当个昏君哪有那么多规矩啊？陛下。 宗人府有他的规矩，咱们有应对之策呀！一切都交给老奴了。哦，那有劳大总管了。<笑>秦皇叔，太后娘娘驾到。请进来吧。是。秦皇叔，别来无恙啊。 本王这宗王府烟熏火燎，不知太后前来何事？先皇的祭奠大典很快就要到了，那昏君所做之事，想必秦皇叔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混账东西，竟敢！
不遵先皇令，太后不孝，简直大逆不道。秦皇叔，您有所不知，那昏君日日只宠幸皇后，昏庸无道，那皇后就是个妖后，也不知给那昏君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置边疆十万将士于不顾，置大燕百姓于水火，找了一株野草就说是驱瘟神草，您说这昏君当不当废？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先皇辛苦打下的基业，就私自祸害。大总管，您忙着呢。哎呦，陈妃娘娘，您辛苦了。哎，陈妃娘娘，老奴为陛下尽忠，那都是应当的，哪有什么辛苦不辛苦啊？陈妃娘娘，您这是有事啊？妾身最近刚学了一支新舞，想让陛下开心开心。希望大总管呢，您能多体谅一下妾身，翻牌子的时候啊，能够照顾妾身一二。哎呦，陈妃娘娘，皇后娘娘有令，后宫可不兴行贿之风啊。老奴看着给您安排，但是最后还得看陛下的意思，不是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总管一句话的事嘛，帮妾身安排一下。这，大总管，大总管，醒醒，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哟，今儿是怎么了？这出门还净一件好事。哎呀，老奴啊，有多久没有吃过这正宗的大盐烧鸡了？你手里这只鸡，这老奴就这么一闻，哎，就知道这个佐料啊用的足，香，是吧？大总管，听说宗人府要翻牌子了，你想个办法给我也加进去呗。我父亲可是要让我好好报答陛下的救命之恩呢。你可这就是为难老奴了。那宗人府的规矩呀、严得很呐、那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不能把老奴给剐了。老奴只能说尽量帮你。至于成不成啊，那还得看陛下的意思。那就多谢大总管了。哎，这，哎呀，这今儿是怎么了？这一个个的都要给陛下侍寝。春天来了，不行，此事体大，我得把这些东西啊都交给陛下处置。大总管。皇后娘娘，你手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他我不必解释，你任劳任怨这么多年，这些事情本宫并不会在意，不过后宫人多眼杂，不该收的不要收，明白了吗？老奴谢皇后娘娘提醒，老奴可是一直谨记皇后娘娘您的教诲啊，老奴正准备把这些东西啊送给陛下让他处置。不必了，本宫替你做主了，这些东西你好好收着吧。哎呦，谢谢皇后娘娘。对了，我找你是有事情。哎，皇后娘娘有事您就吩咐。嗯，大总管，听说宗人府要翻牌子了，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二？他，你，这今儿是怎么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皇后娘娘要给陛下侍寝，还得贿赂老奴我啊！他以前不是最讨厌这蝇营狗苟的吗？大总管。我跟皇后那边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去她那边，你呀、好好帮我打发打发宗人府那群人。大总管，这段时间你任劳任怨，这个你不必给我，拿去。哎呦，老奴谢谢陛下，老奴这就去给陛下安排，绝对不会耽误陛下您的春宵一刻。这个。就他吧，朕罚了，快点。好的，陛下。是皇后娘娘。可以呀、大总管，之后请您吃烧鸡，我现在可以去找皇后娘娘了吧。哎，陛下不要心急，皇后娘娘还要沐浴更衣，然后让人抬到您的龙床上去。这么爽，我可真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，终于不用偷偷的去皇后寝宫里了。翻身农奴把歌唱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你不用管，干不错。谁敢动朕的皇后？今天就要便宜他了，
本宫说过要给他奖励的。娘娘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陛下该等急了。麻烦两位公公。陛下，请怜爱臣妾，臣妾还是第一次。皇后，朕来了。陛下，臣妾好像来了月事，臣妾罪该万死，请陛下恕罪。皇后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这又不是你想的，朕岂能怪你？陛下，臣妾知道您日思月想，但是这月事比以往早来了两日，要不你去找其他姐妹侍寝吧，总不能让陛下您拱手一夜呀。这样也行，听上去好像很爽啊。不过苏容妃会很伤心吧？皇后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朕只想和你在一起。这样，我抱着你。况且你来了月事一定很难受，朕就这样想。赶紧睡。陛下天，臣妾无以为报。哎，快躺下。皇军，快带本王出来，不然本王要亲手去床上去抓你。此时已日上三竿，这昏君还与妖后在一起，不理朝政，简直天理不容。本王估计这昏君昨日和那妖后折腾了一整夜，现在怕是连床都下不来，真是荒唐。大早上的嚷什么嚷呀，都给朕闭嘴。听好，先皇御赐大王鞭在此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，还不快给本王跪下。陛下，这是先皇的亲叔叔，你得忍住啊。秦皇叔，这可是曾经和先皇一起开疆拓土的征北大将军，昏君曾经可是很怕他的。不过最后还是在大言末期因为不支持逍遥王登基太后战事。朕无错，为何要跪？个臭小子，你连本王都敢顶嘴了，别以为你当了皇帝本王就不敢打你。哎，皇叔公，您先别冲动，朕到底犯了何错？莫不是有人又告朕的黑状？这小子之前见本王要揍他，早就不顾形象，吓得屁滚尿流了。这几个月没见，这小子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本王问你，边关瘟神肆虐，你却在这里跟皇后夜夜笙歌，你可知错啊？朕无错。皇叔，哀家说的没错吧，这昏君错了也就错了，还有一条路走到黑，真是要亡了我大言的社稷啊。瘟神之战何惧之有，区区铁针不足挂齿，朕已经有了万全之策。瘟神肆虐，你是雕虫小技，本王请问你最近励精图治有所改观，没想到还是这么昏庸啊。亲啊，你以为没了火凤君就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吗？到现在还在嘴硬，该打。昏君，今日就让皇叔公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你臭小子，你还不知道错啊？你知错认错，本王保证不打你。皇叔公，朕一言九鼎，无错何须认错？冥顽不灵啊，本王此生最恨的就是昏君。当年我和你爹在战场上厮杀，本王亲手斩了前朝昏君的狗头，现在本王要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陛下，陛下，苏武大元帅回来了。定是铁铮铁骑攻破边关，苏武临阵脱逃。这是天要亡我大言呐、啊！皇叔，再不废了这个昏君，怕是我大言要亡国灭种了。皇叔公，您就快快让我登基称帝吧，我自有办法
打退那铁针铁骑。你有办法，难道就是割地赔偿，奉上我大燕儿女吗？青阳，你竟然还敢在这里冠冕堂皇的找借口保住你的地位，你再不速速献上铁针数万铁骑，将那妖女献于铁针大海，大燕必亡。胡同妇人之见，铁针狼子野心，岂能跪管战马呀？皇叔，哀姐也是想尽最大可能的保住我大燕，总好过有些人整日趴在女人肚皮上好。臭小子，你缴获了那些战马，就算全部坑杀，也不能再让铁针夺回去。你若敢归还战马，我现在打死你。朕说过，我大言不和亲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区区铁针败军之将，胆敢犯我大言者，当以雷霆之势灭之。归还战马，丞相，皇太后，你意图谋反，逼朕退位，但朕告诉你，区区铁针，朕翻掌就可灭他整个全族。昏君，当着秦皇叔的面，你还敢大放厥词？当年秦皇叔和先皇不过是大臣，你既然张口就说，你翻手灭了铁针。昏君，你这牛皮吹大了吧？你，皇叔公，我有没有吹牛，你一会儿便知。陛下，这肯定是铁针的劝降书。皇叔公，现在边关十万将士都在遭受瘟神肆虐，铁针几千骑兵就可完全攻破。这个昏君，他就是大燕的千古罪人。皇叔公，你这个老糊涂，还不速速让本王登基？混账东西，胆敢对皇叔公无礼，他老人家可是为大燕出生入死，岂是你能羞辱？昏君，大敌当前，已经还想着兄弟细心，毫无君王风范。哀家请皇叔公过来，已经毫无悔改之心。皇叔公，这个昏君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吧？皇叔，哀家请您速速废掉他的帝位，立逍遥王为帝。老东西，朕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翻手灭掉铁针。铁针不足，大齐已破，铁针大军已被大燕将士覆灭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本王这是铁针的黑狼旗呀！当年本王率十万铁骑出玉门，只为漠北吴王军，可都没有抢夺到这黑狼旗，这可是铁针图腾，相当于我大燕玉玺呀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狼旗？这不可能！传闻铁针大汗一直贴身携带，日夜不离。昏君，你还真是丧心病狂啊！皇叔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要骗他，你就不要在这儿演戏了。我大年十万将士被瘟神肆虐，我想知道这黑狼旗是怎么得来的。皇叔公，我没有必要骗你，只不过这仗是国丈打的，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来的？昏君，哀家看你就是在演戏，为了保住皇位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我看这个黑狼旗，它就是个假货。传说这黑狼旗是浴火金丝所做，水火不侵，千年我倒要撕了它。师父，青阳，你为了演这出戏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啊。夏虫不可语冰，不如我们再静等片刻。哼，还等什么？哀家看你就是做贼心虚。你这个老糊涂，还不快速速下令让羽林军拿下这个昏君。你身负监国之责，难道要愧对先皇的在天之灵吗？来人，斩烂他的嘴。我大言以孝治国，你胆敢这般羞辱大言功臣，皇家国庆，天理难容。住手！昏君，少在这里混淆视听，你若解释不清楚这黑狼旗的来历，它就是伪造的。对，老臣苏武献上铁针大汗，项上人头。老臣苏武恭贺陛下，铁针大汗已然伏诛，这是他的项上人头，请陛下过目。国丈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刚太后他们说朕放任瘟神肆虐边关，说要废了朕的地位。大胆，谁敢废我大言民主？
反了！哀家好歹也是一国的太后，你们竟然对哀家刀枪相对，难不成是要造反吗？皇叔公，您看到了吗？这个昏君，他不但假冒黑狼旗，现在还串通边关大元帅一起瞒天过海。现在阴谋即将败露，他就要杀了我和蒙侯灭口。祖国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现在你给本王把武器放下。皇叔，你也在此，你是为陛下主持公道的吧？今天不说这些，关于这黑狼旗，本王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这黑狼旗可是真的？对呀、啊，这黑狼旗虽然是绝无仅有，但是我大燕的农工巧匠也不少，谁知道这是真是假？你说什么？这黑狼旗是我和弟兄们偷生入死，吃杀的碎草店追了铁人大汗800里抢回来的，你他妈的竟然说是假的！住手！皇叔，你快让这群刀客兵住手！安家的皇后快要被打死了！混账东西，连有功之师都敢羞辱，该打！停！陛下，这是什么手段？这苏武的兵，就连本王当大元帅时都不能随意差遣，竟然这么听陛下的话，另行禁止。昏君，我看你就是要逼死哀家母子，这铁针的黑旗就是假的。这铁针大汗的脑袋都在这儿，你说这是假的？看来真的让我猜对了，看皇叔这表情，这定不是铁针大汗的首级。皇叔，你快速速废了这个昏君！再不废了他，这铁针大汗就要打过来了。皇叔，你打哀家做什么？你敢打这个昏君？你这是老糊涂了吗？本王老糊涂了，我看你才是真的老糊涂了。铁针大汗别人不认识，本王会不认识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铁针大汗和我大燕斗了30年，你和先皇都拿他没有办法，怎么可能败在这个昏君手里？你们一定是在骗哀家！苏武，如今瘟疫肆虐边疆10万将士，你又是如何击败铁针大汗的？你当哀家是三岁小孩吗？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们。若没有陛下神武青蒿草，我边关10万将士也不能痊愈，能有这种战绩，全是陛下的功劳。这不可能！如今瘟疫肆虐边疆将士，铁针铁骑天下无敌，就算神仙来了也难做到。他这个昏君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！你做不到不代表朕做不到。皇太后，别忘了你和我的约定，现在边关安定，铁针覆灭，你啊该去祖陵养老了。陛下，本王年老昏庸，险些被太后误导，还请陛下指教。皇叔，你也是一心为国，何罪之有？民间有句古话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朕还希望你以后能好好辅佐。是。贼人，你根本就不是昏君，你不是昏君！对，我当然不是昏君，朕是明君。御林军，送我们的皇太后去祖陵养老。是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哀家可是皇太后，真正的昏君早就被人下毒毒死了，他根本就不是昏君！胡说八道！我大燕皇帝就该是陛下这等气概，顶天立地，四海臣服。即便你是皇太后，敢如此诽谤陛下，老臣我也要让你血溅无辜。你敢！哀家已经拟好了18道谕旨，若是哀家出了什么事，他是假货，这件事就会被昭告天下，到时候各地藩王必将叛乱。太后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等同于谋反？朕现在可以杀了你。哀家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当垫背的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慢着，陛下，先让本王说句话。本王问你，你说陛下早就被毒死了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哀家乃是后宫之主，任何风吹草动，哀家自然是知。无凭无据污蔑皇帝，即便是太后，也绝不姑息。哀家是没有证据，但是哀家可以证明他不是皇室血，只要取他一滴血验一个。皇叔，你也不想这大言设计被外人传播？贼人，
你敢不敢让哀家取上一滴血，验上一验？这是大炎的皇帝，有何不敢？妈的，这老东西真难缠。好了，既然时间已经定好了，还不快下去准备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装，你的死期就快到了。哎，这野真都灭了，你们怎么不开心啊？这可是解决了先皇都没有解决的百年祸害啊！陛下，您不担心皇太后的十八刀一指吗？毕竟您的身份……担心什么呀？这是大炎的皇帝，那铁针都灭了，区区皇太后又何足挂齿呢？陛下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还是让爹爹先护送您离开都城吧。是啊，陛下，您还是先出去躲躲吧。是啊，老奴听说那皇太后会巫医之法，能招会算呢、啊。你这个身份肯定会暴露的。什么狗屁巫医之术，都和那些铁针一样，都是些下三滥的玩意儿。这连铁针都灭了，我看那老太后能玩出什么花来。对了，那铁针大使查得怎么样了？陛下，那完颜阔阔昨日听闻铁针被灭，连夜逃跑，还好被红叶擒获了。嗯，御林军重重有赏。对了，把那大使给我看紧了，别再出什么差错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臣妾今晚来了月事，要不你今晚先去陈妃妹妹那里吧。啊，陛下要是不去就是为难臣妾了。那我就依了皇后了。皇后，你一定要替儿臣报仇，杀了那个昏君，还有苏武跟那群大逃兵，一定要助他们救足。放心吧，皇上，那贼人他死定了。莫非母后找到了那贼人假扮皇帝的证据？那当然不是，不过哀家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管他是不是，哀家都能让他不是。母后真是厉害，这趟土府重要的事儿都能整死那昏君，看来儿臣离荣登大宝也不远了。来，爱妃们！哎呀，陛下太狠了！陛下，这位皇太后有巫术可问宗师，恐怕会对陛下不利，陛下可想好应对之策了？什么巫术不巫术的，朕最不相信的就是什么狗屁巫术，装神弄鬼。陛下，您这些天运筹帷幄，覆灭铁身，当得上千古明君，和曾经的昏君确实很不一样。其实您没有必要做这些，要不然也不至于惹人怀疑。莫非你想朕一直当个昏君，到时候炎国被灭，你们知道你们有什么下场吗？他们会脱掉你们的衣服，然后披上羊皮，用绳子绑住你们的脖子，像牲口一样扭着你们走。还有我大炎百姓被杀得十室九空，朕既然来了，就不允许这种屈辱再发生。陛下，走。本王当年手下的一个大头兵，如今已是主帅一方的大元帅，还灭了铁针这个大心腹。哎，王爷，当年若不是您提携，没有我苏某人的今天了啊！说你胖，那船上了。也就是本王年纪大，要不然这等绝世之功岂能轮得到你呀、老板不想居功自傲，能有这么大的胜利，这归功于陛下提供的神兵利器，还治好了边关的瘟疫。是啊，如今的陛下才是我大言之幸。来，啊，喝一个。哀家连夜斩算，
这大炎的皇帝命脉纹断裂，已然是生死多日，这是七杀星入紫薇宫命格。现在的昏君根本就不是几年。皇叔，您睁开眼睛看看。照你这么说，现在的陛下真的是假冒的吗？胡说八道！陛下英明神武，他怎么又是假冒的呢？正因为他英明神武，所以才说他是假冒的。曾经的昏君什么样，谁人不知？傅里人，狗屁！你背后枉意陛下，大胆，这知道吗？今日你喝多了，哀家不允你进宫，以后得收拾你。秦皇叔，你还不快速速命宗人府缉拿贼人？好，本王也想知道他是真还是假。来，陛下，秦皇叔有令，请陛下前往宗人府，不得有误。这么晚去宗人府，有没有搞错？陛下乃九五至尊，尔等也敢打扰？法王命在手，宗人府行事，御林军无权干涉，违者以叛国罪论处。红叶，你先回去吧，真的要看看这皇太后到底在搞什么鬼。来人，更衣带路。来者何人？根本就不是大元的皇帝秦阳，你是谁？好家伙，跟我二十一世纪接班人搞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。朕就是秦阳，平瘟神灭铁针的大炎皇帝。你不是秦阳，说你来我大炎有何目的？放心吧，朕会让他们心服口服的。来人，给哀家把龙血纹拿走。哀家要揭穿着贼人的真面目。这龙血盘乃是我大炎至宝，是先皇大圣时与天铁陨落所铸。陛下，若你的血与逍遥王的在此盆中融合，我看谁敢再说闲话。那就开始吧。来人，把哀家收集了七七四十九滴的无根之水拿过来。到，再取一滴逍遥王的血滴入这盆中。来，现在该我了吧。怎么说的？这贼人根本就不是我大炎的皇帝！怎么会这样？宗人府内卫何在？还不速速把这个贼人抓起来！他假冒皇帝，祸乱后宫和我大炎，罪大恶极！陛下，你快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都给朕退下！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明明是他搞的鬼！宗人府还不赶紧拿下他！这只是普通的一块玉璧。果然是这样，这玉璧根本不是玉，而是磁铁。这龙血盆本就是天铁打造，具有很强的磁性，形成了磁场，不能让两滴血相融，一旦扰乱磁场自会消融。这就是融合了。贼人，你逃不掉了，居然还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。哎，你干嘛？这个贼人不怕哀家？来人，我家啊！太后，你不是说只有皇家骨血才能相融？难道你也是皇家骨血？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靠谱。今日幸亏陛下识破，否则本王被王太后蒙骗了。不是的，皇叔，定是这龙血盆年代久远，它不好用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不但运用奇淫巧计陷害朕，还胆敢勾结铁针外族，祸乱边关，你该当何罪？
陛下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他竟敢勾结铁铮外族！你胡说八道！还真是大炎的皇太后，怎会勾结铁铮外族？你又站住了！来人，把完颜阔阔带上来。是。这个。完颜阔阔，黑狼旗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天肯还饶命，饶命啊！天肯还，我全都交代，是。哀家杀了铁铮羽翼，哀家是大炎的皇太后，哀家没有背叛大炎。放了他！太后疯了，把他拿下！太后，本王看在先皇的面子上，再问你一句，那十大帽一直何在？哀家有十八个羽翼，哀家有180道羽翼。哀家有1800道一指，皇太后已经疯了，这十八道一指自然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来人，把皇太后送回坤宁宫严家照。带走。不，哀家是大炎的皇太后，哀家是大炎的皇太后，哀家是大炎的皇太后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，被罚了。陛下回宫。恭奉陛下回宫，平身，谢陛下。你们两个老东西也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皇叔公，还有什么要问朕的吗？这段时间若不是陛下英明，我大爷老臣没有想问的了。好，那朕先回去睡觉了。王爷还有何事啊？本王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手下的那些将士应该就埋伏在我这东王府附近吧。还有，你刚才是想劫持皇太后吧？怎么会呢？老臣可是大炎的忠臣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一个大炎忠臣。好，那就陪本王喝酒。哈哈哈哈哈！既然王爷有如此兴致，那老臣舍命陪君子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母后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难不成您真的疯了？哀家是大爷的皇后，你们都得死！完了完了，母后她真的疯了。这下可如何是好啊？逆子真淡定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母后，你我二人已经没有底牌跟那狗皇帝斗了，很快就会被发配族里。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哀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，就这么点底牌？就算那狗皇帝坐稳了大炎皇帝又如何？没有钱，你觉得大炎皇帝能听几？莫非母后还有办法让那狗皇帝下台？你就等着做你的皇位。Sex. 好呀好呀，爱妃们，你们跳的可真不错，看来啊是真的下苦功了。多谢陛下夸赞，明明是陛下教的好。爱妃们，跳了这么久一定口渴了吧，来朕赏你们上好的明前茶解解渴。既然你们已经学会舞蹈了，那朕就送你们这个舞蹈特制的衣服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穿上给朕看看呀。是陛下，我们这就去换上。陛下，大事不好啊！陛下，大事不好了。大总管，你身后是有恶狗在追吗？还是又出什么事了？有一条。没有狗，没有狗。陛下，大事不好啊。能有什么事呀？哎呀，老奴一两句也跟您说不清楚，您赶快去太和殿吧，苏武大元帅都快急死了呀。
陛下，国库空了，咱们的将士已经有三年没有发军饷，这次恐怕真的要哗变。三年没发军饷，怎么会把这些事给忘了？历史上压死大炎的最后一个稻草就是军营哗变，要快点把钱凑齐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只是全军三年军费，这可是天文数字啊。不过大炎国库没钱，那些官员可是满脑肠肥的。陛下，弟兄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来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军饷，他们给他卖命，三个人家发军饷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。国丈，朕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稍有不慎满盘皆输，不过怎么大家一夜之间群情激愤，这事儿肯定有问题。陛下，原本这次大胜铁针之后，老臣可以再稳他们几个月，可是昨天有几个将军不知听谁说的，说您要休憩行宫，所以才无情发军饷。还有人跟着起哄说，如果三天不发军饷，就要硬闯皇宫，把您的金银珠宝卖了发军饷啊！放屁！是谁说朕要修缮行宫的？朕知道了，大概需要多少银两才够？大概要800万两。什么？800万？陛下，这只是一年的费用。就算今年我们的国库赋税加在一起，也只不过是区区500万，根本不够啊。钱钱钱，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呀。不过历史上大炎朝贪官光是白银就超出来5000万两。大总管，在。把文武百官叫过来。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大总管，那台下的百官之首是谁呀？年纪轻轻，为何不跪？陛下，此人是皇太后的亲外甥，先皇特许他世袭罔辟，承袭曹国公之位，这大炎朝的赋税呀，都在他的掌握之下。好，朕知道了，看朕一会儿怎么收拾他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曹国公，听说你负责掌管大炎赋税，这是鱼米之乡两省历年的账簿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朕解释的吗？陛下说的什么意思？臣不明白。大胆，这年年丰收，年年交上来的赋税都赶不上曾经灾年的赋税，你就没什么解释的吗？陛下，自从您登基之后，税收就成了这样，臣也想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，或许陛下应该要先反思一下自己。曹国公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，臣何罪之有啊？臣的账簿没有问题，臣就是跟陛下开了个玩笑，难道陛下就生气了吗？先帝在位时，吾等君臣如同手足，难道陛下要摒弃先皇的遗风吗？朕何时生气？朕问你，百官皆跪，你为何不跪？陛下，此乃先皇特许，曹国公可面圣不跪。放屁！先皇说的那是你爹，功不可没，可面圣不跪。你是世袭的公侯，身无寸功，竟敢藐视圣上。来人，给朕赏他50大板。昏君，你敢虐待忠臣之后，你看朕打不打你就完事儿了。萧红叶，给朕打。这可万万使不得。是啊，陛下，曹国公乃功臣之后，不可啊。陛下，若不放了曹国公，我等将集体辞官，告老还乡。昏君，百官罢官，我看你还怎么税收，还不将本国公给放了。好呀，哈哈哈哈，好得很，你们这是要逼宫呀。朕最不怕的就是逼宫。大元帅，来，给朕看好了，看谁要逼宫就脱去他的官帽，送他最后一程。遵命。这皇上可是什么事都做出来，你说皇太后就没那个劲了。怎么不想告老还乡了？谁敢罢官，本帅手里的刀不长眼。苏武，你这走狗，竟然帮着昏君打压百官，你就不怕被后人痛骂你臭万年吗？中间善恶后人评说，本帅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怕死的就把官帽摘了，我让他一刀两断。都听到了吧，谁想为曹国公罢官就麻利的等你们去了，朕再抄了你们的家，看曹国公清明的时候给不给你们烧纸钱。昏君，你就不怕天下的读书人骂死你吗？你们都是大炎的重臣，没有你们整个大炎都得要乱，这个昏君不敢拿你们怎么样，赶快给我拿出你们大臣的骨气来。国丈，在。
我看谁敢罢官，一会儿动手快一点，让他们走得没有痛苦。陛下您放心，我保证让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吧唧脑袋就掉地上了。你们谁敢罢官，朕不但要杀了他，我还要去你们的家乡大肆宣扬你们贪污腐败，坏事做尽，让他死了都不能安生，进不了祖坟，成为孤魂野鬼。你们不都重视名声吗？啊，陛下都替你们考虑好了，还不赶紧告老还乡？陛下息怒，朕的名节比命还重要，可万万使不得。一群蠢货，这个昏君就是在吓唬你们，赶紧给我罢官抗议。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再加50军棍。昏君，你给本国公等着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昏君，国丈，这大言将士欠了800万军饷，咱们国库还有多少呀？回陛下，国库已空。爱卿们，你们可要为朕分忧呀。吾等不知怎么帮陛下分忧啊。很简单，朕不会强迫你们的，你们先起来吧。谢谢陛下。爱卿们，朕帮你们回忆回忆吧，这税收上面翻到哪条有问题，朕就砍了哪个省官，你们说怎么样呀？陛下此举简直太过草率。这是昏君的行为啊。对呀，湖广省先皇在时一年税收300万担，可如今只有50万担，好一只硕鼠呀。朕要将湖广省上下官员全部捉拿，抄家诛族，就从湖广总督开始。爱卿们，你们说这湖广总督是不是个混蛋呀？一审之父母官不知道贪了多少钱。陛下，一等大员不可亲率处决，这可是先皇殿下的规矩啊。是啊，陛下。什么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不让朕速贪，这800万两军饷由爱卿们来啊。陛下，我等两袖清风，哪里能凑得起这800万两军费啊？也对，爱卿们清廉得很。不过你们觉得谁有钱呀？可以替朕想想办法。朕也不想为难你们，那不如抽签吧，谁抽到谁倒霉，朕要开始点名了啊。陛下且慢，臣等听闻曹国公夜夜去拿宜春楼，想必钱财颇多，可为皇上分忧啊。对对对，臣等附议。众爱卿真是大言朝的中流砥柱。好，那就依众爱卿所言，让曹国公替朕分忧。是是陛下。来人，将曹国公给朕带进来。昏君，你谋害忠臣，遗臭万年，必遭天谴。曹国公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诸位爱卿已经向朕告发你贪污枉法的事。国丈，辛苦你一趟，去把曹国公府给抄了，以作军费。老臣遵旨。什么？你们？陛下，谁不知道我曹家家风极正，两袖清风，这都是他们污蔑我的。陛下不要相信这些贪官的一面之词啊。曹国公，你可不要胡乱攀咬，诸位爱卿可是清廉得很啊。清正廉洁个屁，他工部尚书，先体塞卫士，修建大河堤坝，他一次充好，偷工减料，劝谏皇后贪污了30万两，还有其他功臣。你放屁。陛下千万不要听着奸臣的挑拨啊。大总管，两岸堤坝之事涉及百姓性命，你速去查一下。是。还有胡伯，谁不知道国库下发银两都得要经过他的手，他家至少有几百万两还不止。陛下，曹国公这是得了失心疯，万万不可相信他的攀咬啊。还有他们，他们都是朝廷的命官，他们家族的亲信在这片土地上为非作歹，鱼肉百姓，清正的良田更是数不胜数啊。陛下，我没有啊。够了，臣等臣等有罪，请陛下恕罪。国丈，除去曹国公、工部尚书、户部尚书的顶上乌纱，然后再去抄了他们的家。老臣遵旨。还有太后和逍遥王，朕本顾念亲情，想放他们一马，可是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欺君误国，给朕速速把他们发配到皇陵，洗刷罪过，带走。
老臣冤枉，朕累了，都给朕滚！陛下，行吧，放心吧，朕没事。狗日贪官，朕早晚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抓起来，发配抄家。朕一定要打造一个大大的盛世。